你讲菠菜，菠菜系我哋中国人食用好多嘅一种，系嘛？大家都知道菠菜里面系有大量嘅铁，系嘛？铁质系比较，主要系佢嘅根部，佢根部系有大量嘅铁。菠菜呢，喺植物当中呢，属于类科嘅。雷科植物，佢个属就系菠菜属，菠菜属里面都有好多种菜噶，但系佢就系以菠菜为主咯。菠菜大家知道叫菠，佢原产波斯噶，原产嗰个系点样讲？波斯湾国家嘅，波斯就系而家嘅伊朗嘛，啊伊朗嗰度就系、是，嗱佢系波斯湾地区嘅，佢里面含铁含得多嘅，但系佢里面最含得最多嘅系乜嘢呢？是这个，含的最多的是这个，锌，含最多的是这个，它每公斤里面差不多含到70毫克，一公斤菠菜当中含有70毫克的锌，这个锌大家知道跟我们什么有关，跟我们的生长发育有关，就是你儿童，小孩子男仔啊，变成少年，佢有一个发育过程。我女仔儿童变成少女，佢有一个发育，那个发育同呢个可以怪微量元素，佢含锌系最多嘅，叶酸多嘅，叶酸多就系大家知道造血噶嘛。大家知道贫血，一般嘅贫血，比方讲缺铁性贫血嘅，补铁、补叶酸，系咪啊？补维他命 C， 系咪？就系呢、这个，佢含叶酸多多嘅，氨基酸啊，叶黄素啊。这个有没有写啊？有没有写？氨基酸好多种氨基酸嘛，我就简单就写个氨基酸。叶黄素，佢含胡萝卜素分。阿尔法胡萝卜素同贝塔胡萝卜素，佢呢、这个菠菜当中主要系贝塔胡萝卜素，第二种。胡萝卜素里边呢，佢分阿尔法同贝塔两种，佢主要系后边一种，佢主要系贝塔胡萝卜素。它还有含有一种荧光素，荧光素呢，它可以在某种特别物质下面会有光反应，它所以含有光反应。它含的微量元素都太多了，它主要是钙、磷、钙、钠，全部有。钙、磷、钙、钠。你看全部是金属元素，然后我前面讲的锌，同这个抗癌的明星，就是这个抗癌的明星，还有含有铜、锰，你看它的金属元素全部含在里面。然后维他命呢，主要是 A、B、C 和 E。还有胡萝卜素含有菠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我上次解释过，膳食纤维，所以它的主要成分就这么多，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里面全都是 C，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抗癌明星，上次我已经解释过了，它都不是直接抗癌明星，是不是？不是抗癌明星，所以菠菜看来和肿瘤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前面讲过锌的作用，促进生长发育，所以全是生长期发育期的少年少女，不妨吃多点菠菜。不妨吃多点菠菜。第二个，它是保障营养的平衡，
拿到搿里面含着多少物质，系嘛？搿拿水果包出来，拿到可以平衡到好多营养的吸取。第三个，佢有一个好好的作用，佢有通便作用。水果包出来可以通肠，可以通肠。然后呢，佢呢啲物质呢，全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佢氧化同还原作用全部有帮助。佢仲有喺我哋中医嚟讲，佢有个好重要嘅作用，佢可以清洁皮肤。清洁皮肤好得意，就系某种人嘅皮肤个颜色比较暗啊。比方讲，哎，你黄的有啲黑，你白的冇光泽，好似有啲污浊，系唔系嗰啲光亮嘅皮肤，唔靓嘅，哎，不妨食多点菠菜。佢有呢个作用，但系我哋唔认为佢有抗癌嘅作用，唔认为佢有抗癌嘅作用。嗰、那个菠菜咧，有我哋喺街度买嘅，有啲有头，有啲冇头嘅，吓，即系个头红色。应该要全脂嘅。要全脂嘅，即系。因为佢有好多呢种金属物质，你讲嘅，我哋讲嘅镉、钠、铁、锌、硒、铜、锰，系嘛？呢啲嘢当中咧，系根部。根部、嗯。我前面讲嘅嗰啲，贝塔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嗰啲嘢咧系叶部。所以你唔食金可以噶，咁你就唔食嗰啲金属元素啦，你都食上边嗰啲嘢咯，维他命嘢咯嗰啲嘢。但系你要补充下边嗰啲无机物质嘅时间，你要跟人一齐食。但系菠菜又有几种，家中嘅菠菜呢好大嘅，系嘛？以前嘅野生菠菜系唔大嘅，细细粒嘅，但系而家嘅菠菜可以长到吓、啊、半米咁长，系。嗰、那個菠菜係咪成分就更加多呢？我唔知道。如果唔係基因改造嘅話，係冇問題㗎。如果係基因改造，我就唔可以評論佢啦，就唔知啦。但係佢所含嘅呢啲物質咧，你哋睇下，全部係我哋人體必需嘅。我哋人體缺一不可嘅。你講有咩唔好呢？所以食多啲菠菜不妨。但係有一點啊，菠菜就係根部呢，佢嘅根部呢，你可以煮得時間耐都唔怕。但係佢嘅上邊嗰個部分呢？你煮多兩日，你都破壞咗佢嘅維他命。佢維他命 A、B、C、E 係嘛？四種，除咗 E 係脂溶性嘅以外，唔怕你煮之外 ，A、B、C 都怕煮噶。貝塔胡蘿蔔素都怕煮噶。你煮得時間一長，温度一高就破壞咗，咁就起唔到你要吸取佢嘅作用。所以最好就係生食，或者用水咁湯一下就食，啊，簡單一啲。菠菜比較簡單，佢含嘅成分都比較簡單，講得比較簡單，冇咩特別嘅。咁係咪佢唔可以同豆腐食嘅咧？一齊食，因為可以酸到埋嗰個豆腐咧。可以話哦，可以。佢以前認為佢可以即刻形成某一種物質，人體唔接受，唔係㗎。就係咁樣食到你人體內部唔會㗎。哦，可以一齊食。同豆腐一齊。可以一齊食。但係咧，你食某種物質嘅時間，你都要小心啦。比方講，有啲病人係食肉。食某種藥的時間，你要知道某種藥物的化學成分，佢同你裏邊嘅某種成分結合之後，減低咗嗰個藥的效果啊。所以你要聽醫生的，要聽醫生的。你用某種藥的時間，你要順便問下醫生，我飲食上面需要有咩改進，有咩注意，有啲嘢可以食多啲，有啲嘢唔可以食，有冇變化？因為佢配合到一個藥性的作用，所以有啲特別嘅病人食特別嘅藥的時間，你嘅食物。就唔可以按照你嘅喜好啊，可能又有所變化。呢個就係菠菜，菠菜大家知道佢嘅產地啊，佢嘅含量啊，佢嘅好處啊。我睇西方人好多人都食生菠菜，食生菠菜嘅係啊。我覺得呢個係好，西方有兩個我好中意嘅，食生嘅胡蘿蔔，生嘅係食生嘅菠菜，呢個兩個係完全保留咗佢嘅植物嘅所有營養。佢食落去，我哋中國人就中意。乜嘢都索嚟食，系啊，仲有一个中意煲到时间长，咁啊就完全破坏咗佢某种作用，啊，所以大家胡萝卜同嗰个菠菜唔可以煮嘅时间太长，温度太高就唔好。胶白，有啲地方叫胶白笋，都可以。佢呢个植物呢，实际喺医学上面，喺嗰个植物学上面，佢有个名嘅，佢叫呢、这个我。我唔知廣東話應該點樣講。菇。呢個廣東話應該點樣講？但係菇咯。係啦，佢個唔似菇樣嘅。佢個學名就叫呢個。哦。就係菇兒仔，菇兒仔，菇兒仔嘅菇上面加個草字頭。
就表示係乜嘢咧？佢係獨生嘅，佢唔係連埋嘅，其實佢係獨生一支嘅高爾夫仔嚟嘅。佢喺河品科嘅陣，河品科呢個菇嘅呢個陣物菇嘅，佢嗰個係禾本科定禾物科？禾本啊，首都醫學，首都醫學。禾品科，佢係嗰個陣物，你知道呢個陣物有根係嘛？有。这个你讲的叫什么茎是有根茎叶果籽是吧它这个是禾本科浸泡菇的茎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我们江南人三大名菜之一江南有三大名菜大家知不知道江南就是长江老有烟陳家嶺嗱，主要係江蘇實際地方好大，但係統稱嚟就係蘇浙皖，就係安徽、江蘇、浙江三個省。我哋通常講個江南呢個地方，佢係三大名菜係乜嘢咧？第一個係糕啊，第二個係鱸魚，就係你哋而家都有賣，但係嗰個賣嘅我唔知道係咪我哋講嘅嗰種鱸魚，我唔知係咪。第三個呢就是秦菜，淡水的鱸魚和茭白筍和秦菜這個三樣東西是江南三大名菜，最有名的名菜。現在呢這三個東西是江南都可以吃到，秦菜都吃到，秦菜是現在我看到大統華裏面有那個樽裝的瓶裝的，你看得到的透明的秦菜，它是一定要放在水裏面的，一離開水它就沒了。它在那個太湖裏面的一種浸了，好像出到太湖就沒了，即是太湖有，所以這個是太湖裏面的名菜。它呢在我們中醫講它最大的作用是什麼呢？通利，中醫以前就用攞佢唔係當食物，當藥材。佢主要嘅作用係通利。通利好得意啊！通利你聽下呢個字，你感覺就係打通嘛，係嘛？實際係兩個意思。通係打通，打通係咩意思咧？你塞住，你摸係嘛？我打通你，俾你啊！你有，我俾你走。利係乜嘢咧？你摸，我同你拉出嚟。所以通呢往往是通所有的地方，利呢是利小便，所以茭白筍可以利尿的，所以它如果对某种水肿的病人来讲呢不错，它里面所以好得意的，它里面主要是微量元素和维他命，维他命全部是水溶性的维他命，微量元素是 很简单，没煲出来那么多，没煲出来那么多，再有一个呢它主要是膳食纤维，所以实际茭白筍冇太大的营养，同蘑菇差不多，冇太大的营养，但系佢可以利尿。佢个通的作用，我哋中医用喺边度呢？有一种就是产妇啊，生到 baby 就冇奶水，系我哋江南一带呢，用茭白筍同佢通奶、通乳的有作用。第二个咧，佢个口味唔错，佢比较好食嘅，系所以中医讲有止咳。生津、利尿、消肿、除湿，就咁做。仲有咧，佢因为佢系浸喺水里边嘅，佢可以退热嘅。就系内热嘅人或者发烧嘅人，你用茭白筍榨汁俾佢饮，佢退烧都比较快。所以佢同肿瘤应该嚟讲冇任何关系，冇任何关系。佢除咗水溶性嘅维他命、少量微量元素之外，佢仲可以少少蛋白质。但那個浸物蛋白質是可以不計的，就是我如果有需要吸取那個浸物蛋白質，不用吃那個筍吧，我可以吃黃豆了，吃其他東西，不一定要吃它，所以它不是最主要的。但它的作用呢，我認為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利水、通乳、再通奶水，所以它這個是好的。然後呢，它有個好處，它沒有任何的
毒性物質，佢唔含任何毒性物質。仲有佢除咗膳食纖維之外，你要食唔到太多，係咪啊？佢唔會造成阻塞，所以佢唔會有太多嘅危害，比較安全。然後呢，佢嘅一世除咗上到我哋人嘅飯台，佢嘅一世都喺水裏邊嘅，都係水裏邊嘅，所以佢嘅作用比較溫和嘅。然後呢，我睇過我哋嘅南方，比方講福建同台灣地區嘅人，生食佢哋點樣食啊？佢哋都幾得意嘅。佢哋攞嗰個調料，比方講茄汁啊嗰啲嘢，佢哋攞膠包上埋邊個荷包咗之後，裏邊個白膠攞出嚟，茄汁就喺擺喺上面就咁樣咬嚟食嘅。我係未試過，但係佢哋講好好食，所以呢個我係幾明白。佢哋有啲攞佢當水生果咁食，那我諗佢嘅營養物質係可以咁食嘅，可以咁食嘅。但係佢實際佢大家有冇睇過佢撞喺地裡，撞喺嗰個水裏邊嘅養，佢係實際係好長。好長，差不多有到胸咁長，腰胸咁長，但係佢可以食嘅部分唔超過十公分，唔超過十公分，所以佢實際係好細嘅，大多數係唔要嘅，冇用嘅。佢上面嗰、那個，我哋講呢個係勁啦，上面個幹葉都唔可以食啊，嗰、那個膳食纖維你人哋冇辦法吸收嘅，你食咗可能會得腸梗阻嘅，嗰、那個冇辦法食，就係、是、嗰個十公分嗰、那個白嘅嘢可以食。所以你要除到下面的根，除到上面的葉當中嗰啲十公分左右最好食的部分。但係呢個就係如果你唔食佢，人類如果唔食佢，佢長喺嗰個地方咧，又冇咩特別作用。佢可能有一個保護自然環境的作用，佢冇其他作用，但又唔構成害處啊。佢主要係水鄉地區，呢啲廣東應該都有嘅，種唔種啊？廣東冇嘅，但係我哋嗰啲特別多。嗰、那個時間我哋讀完書下鄉嘅時間，農民係點樣咧？佢第二天上市嘅時間，佢第二天夜晚採到之後咧，佢攞上面斬咗，所以每一個膠上都一樣長。然後扎住之後，佢攔腰扎住一捆，差唔多有一兩百斤咁大一捆，然後外面有個草包住之後，佢就掉喺河裏邊，一捆一捆，佢就浮喺河裏邊，就掉喺河裏邊。然後朝早走嘅時間，落去勾起嚟擺喺船上邊。去到上市即刻就賣，係如果你個太陽一曬啊，質素就冇啦，冇人食啦，全部水分走咗就乾咗，嗰、那個冇人食，嗰、那個就咪連到食就冇個動物都唔食，雞啊鴨啊都唔會食嘅，我諗羊可能食，牛可能食，嗰啲大嘅動物食，嗰啲細嘅動物食就冇嘅，都唔會食佢嘅，所以人就食當中嗰個食裡面部分。佢咩味嚟嘅？好甜嘅，你呢度有賣嘅，你可以買嚟食啊。我哋點樣食嘅咧？你買嚟之後，攞上面剪咗之後，外面雖然係白嘅，你都輕輕刨咗佢一陣皮，然後攞佢切片，我哋同豬肉或者牛肉炒嚟食，好好食嘅，好好食嘅。然後生食嘅你都本嚟食，你唔係單單佢又要加其他嘢，一齊本嚟食。呢、這個好似煲湯什麼都比較少啲，冇唔攞佢叫煲湯，因為佢本身水分好多嘅，係好食嘅。因為膠骨筍，佢實際同筍無關，佢叫嘅膠骨筍同筍無關，佢雖然都係根部，佢同腫瘤嘅關係我哋都有。